星期六夜晚啦，咁我送完朋友翻屋企啦，咁我就揸车出嚟，咁喺个路口嗰度出嚟咧，嗰架白色车就直线，即系另外一条线，右手边第三条线，其实系另外一个方向行嘅，嗰条线突然间冲过嚟，咁其实我系望唔到佢，我左右望出去系冇车，因为我嗰时其实系想等架巴士走咗，我先揸车走，佢咧就即系闸住咗，唔俾我走，同埋响安啦，其实全部响安都系佢响，我系冇响过嘅，佢响完安闸住我，就即刻落车，就不停讲粗口闹我啦。咗幾十次啦，跟住其中有一個就好兇狠咁樣講過嚟話要打我，係啦，跟住我就即刻報咗警，同咗警察講我好驚佢想打我，我希望可以將佢哋全部都捉翻曬啦，起碼都唔～